现在呢，我来表演一个叫做相片预演。这里有一张相片，那上面等一下会有一些图案，我要做一个预演。好，那先放在这里，这个预演相片先放在这里。从里面呢，先找出一张我要的预演牌。这张好，先放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发牌。先洗一下牌啊，先洗一下牌，先洗一下牌。然后呢，我先发四的倍数，16张好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16张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是什么？这张是黑桃 A，这张是 K，这张是九，这张是二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我刚刚说这里有一个相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当当，我们来看一下，1、K、9、2，有没有？一模一样。哎，可是我这边还有一张预言呢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这张是什么？哦，黑桃11，好，黑桃11在这里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来解说一下这个相片预言，这个牌啊，对，你这个牌呢要先设定好，这四张，AK92就是这四张，好啊，然后呢还有一张。黑桃11，好，先放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接下来，先设定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要跟观众讲说，我这边有一张相片，然后呢是一个预言相片，先放在这里，好，然后呢就说我先拿出一张牌，你就先拿出一张黑桃11，啊，黑桃11，哎，跑去哪里了？哦，黑桃11拿出来，先放在这里。因为黑桃11就是这一张啊，好，就是这一张嘛，所以先放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，原则上呢，我们会用刚好四张啊，所以是四张，就16张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张，好，用16张。好，然后呢，这16张刚刚这样发牌之后呢，那四张会跑到最下面来，好，就是。AK92 啊，AK92 会跑到最下面的，然后呢，你再照顺序发1、2、3、4，好，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那你这样发完之后呢，第一张呢就是一，然后呢这是 K，这是九，这是二，好，然后你打开来的时候呢，你要先按住这个，不要给观众看到，就说哎。四张，好，四张牌，1、AK92，有没有？四张，好，预言正确嘛？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再跟观众讲说，哎，可是一开始我这边还有一张牌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张牌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哦，这一张牌是黑桃11，那刚好就是黑桃11一张，预言成功。